你无法只救赌场赌的，因为我哋是抽水的嘛。我呢个输字都好少肯接受。我一生人呢唔听个 no 字嘅，一定要搞到 yes 为止。何鸿燊出生于香港显赫有名的何东家族，是何东细佬何福的孙。何鸿燊在家排行第九，他爸爸何世光是商人，但后来因为投资失误而破产。何鸿燊亦都因为这样一夜之间由阔少变成穷小子。但一到十三岁知道个家庭破落，老豆都要走佬了，哇咦不是小事，老母就喊哭喊晒，话喂我冇钱支持你读书，除非你攞到个奖学金。当年佢正喺香港皇仁书院就读，佢醒觉只有读书先可以扭转自己嘅命运。佢凭住努力成功升读香港大学，修读理科，但又因为战乱而要中途辍学，走难去到澳门。喺大学读到第三年呢，就日本又嚟侵略香港啦，咁啊变咗冇书读啦。亦在香港我又打过十几日仗，很危险的，比如被他知道呢就拉去赤柱坐监了。故此我呢就用一个难民的身份呢就去了澳门。他没有埋怨自己有过这一段困难的过去，反而觉得挑战就是自胜之道。如果我一路有钱下去的呢，我看未必我今天会能够在澳门那么成功。因为的确自己穷困啊，斗领都冇，得个十蚊啊，咁老母亦咁凄凉，一路要我要发奋，咁我亦的确啊，俾啲有钱嘅亲戚藐视到，撞到我喺街都晕路下，故此我咧就觉得好发奋，故此我而家咧亦趁呢个机会再一次叫啲年轻嘅人士。要呢真係發奮，我唔信你哋冇機會嘅，上帝係好公平嘅，只要你勤力發奮，總有個機會輪到你。咁輪到個機會到嘅時候呢，你要識得把握。佢遇到困難之後好識得把握機會，去到澳門成為佢人生嘅轉捩點。咁去咗澳門呢，澳门呢对我呢真係算认真好啊，即係带住十蚊喺袋，咁一路喺澳门工作，至到今日有多少成就。佢到咗澳门先喺贸易公司工作，因为表现出色，好快成为老板嘅得力助手，更加获分得100万嘅花红。佢就利用呢一个第一桶金独立创办咗澳门火水煤油公司，做燃料生意。之后他回来香港发展，同人合资创办利安建筑公司，因为他相信香港地少人多，从事地产投资前景无限。5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香港有名的富豪。1961年何鸿燊的事业继续扶摇直上，他同霍英东、叶汉、叶德礼等人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，即是澳娱，更投得澳门的博彩专利权，建成葡京大酒店，更加自此开始在澳门垄断式经营赌场。外人见到他风光，但他说这一切得来并不容易。1961年那时候竞投这个赌博专利，当时的报道就很紧张，因为那些旧人始终不肯放手，即是哪有那么简单，我们在葡萄牙有那么大势力，在澳门有那么大势力，咁簡單咁就放手俾你何鸿燊，唉冇得傾。甚至威胁到佢嘅生命，但係佢仍然坚持。当时呢係威胁到好紧要。喂你因住喎，你如果一定坚持要开嘅呢，你买定棺材得啦。咁紧要呀，威胁到好紧要。咁我当时呢我话放心啦，我第二个讲我听，我会考虑。你讲嘅唔好客气啊！我话吓我唔到噶啦。我话我呢次咧，全港澳啲报道都卖晒出嚟啦。
咁我哋啊，亦都要顧面嘅，冇塊錢唔開啊，一定要開。咁啊，都咧真係啊，開咗啊，三年後啊，啲人嘅起手敢嚟我啲雞尾酒。佢一生人都唔服輸，呢一種性格亦都令佢一次又一次轉危為機。我係一個生意人，我咧真係啊，唔係好相信失敗嘅，即係我啊。而家系几廿岁啦，亦都捞咗几十年啦。咁我觉得咧，喺生意嗰方面啊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冇乜理由啊咁容易失败嘅。故此我一路咧都呼吁啊，后生我一辈嘅人士，我话唔好接受个 answer no 咁易。我一生人咧唔听个 no 字嘅。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，咁我話呢點咧係好重要嘅。原來人稱賭王嘅佢自己並唔中意賭博，雖然佢係靠呢個揾食，但係佢眼見好多人沉迷賭博，亦都奉勸大家少賭怡情。我一生人啊，我對賭博咧就冇咩興趣嘅，至到今日為止，真係打麻雀我都係，你哋玩啦，我都好少打嘅。咁啊。但是賭博啊，就冇得冇無可否認啊，係好吸引的。即係我一向都勸人哋啊，喂，賭博嘅當係一種玩耍，係娛樂，但係千祈唔好咧過分賭，因為你咧過分賭咧未必有得贏嘅，因為我係抽水嘅，但係啲人唔聽嘅。得，我要贏新歌。長達四十年嘅壟斷，令到何鴻燊累積唔少嘅財富。有咁多困難，而家卒之咧都可以達到我多少成就，又可以一一即係兑現我嘅承諾。何鴻燊曾經承諾過，當自己有能力嘅時候，要為社會盡一分力，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。佢係出名嘅公益慈善家。由零一年起，佢開始賀禮捐公益。将自己生日所收到的贺礼捐给有需要的人。除了公益慈善之外，他亦都参与城市的建设。在澳门，他积极参加多项的基建。我们在基建那方面，港澳码头又是我们起的。这个机场娱乐公司差不多占40%，其他的大基建例如文化中心起了10亿元，我哋娱乐公司占一半。佢嘅付出亦都为佢赢得唔少嘅荣誉。澳葡政府就曾经以佢嘅名命名一条道路，对佢嘅贡献表示认同。咁啊，即系代表认为啊，何鸿燊咧都系对澳门有相当建设，有相当贡献，佢是俾条咁嘅码。而成就何鸿燊传奇嘅一生，佢话运气嘅成分占咗好少，亦都勉励时下年青人努力至上，唔好心存侥幸。一命二运三风水，五积阴德就四积阴德就五读书，系五读书就真嘅啫。咁故此，我认为咧，第一你想成功咧，要读多啲书。第二要好勤力，第三你要肯牺牲，唔可以话朝九晚五嘅。如果要需要嘅时间咧，你就朝九晚九都要噶啦，冇办法噶。故此我对成功嘅睇法咧，就唔同普通人嗰啲话，唉，好运啦，何鸿燊唔系运嘅，你信我啦，边有咁多运啊？